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给您续上一杯茶，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听大禹。话说宋朝，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搜索大禹茶馆，选择收听。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咱们说到攻灭义军，南宋目光短浅，进军西夏蒙古迎来战机。灭亡西夏，与其说是为了蒙古的大业，还不如说啊，是成吉思汗一生征战的终点纪念。公元1226年，也就是蒙古结束西征花剌子模的次年春天，成吉思汗开始征讨西夏了。那一年他骑上战马，又一次离开了故乡。他频频地回望春天里的雀裂联合，那里有他早年的记忆，有他一生的开始。而这个时候，他将奔向自己一生的终点。战争在当年二月爆发，被10万蒙古铁骑淹没的第一座西夏城池是黑水城，之后乌拉海啊、肃州啊，还有甘州相继的陷落。入秋之后，蒙古军攻克了西夏重镇西凉府，至此河西走廊被打穿。与此同时，被打穿的还有西夏皇帝李德旺的生命。李德旺被吓死了，马背民族的皇帝居然因为惊扰而死，实在是独一无二。不过考虑到党项人本身就是朵奇葩，所以也不必奇怪。他的弟弟南平王继位称帝，史称呢叫夏末帝。那这个时候秋季到来，蒙古军呢重新启动攻势，成吉思汗兵分两路，东路呢攻占了夏州啊，这个夏州是哪儿呢？这个夏州呢就是今天内蒙古乌审旗南边，西路呢则从西凉府进军，穿越沙漠，进抵黄河九渡、夏应里等县啊，就是今天宁夏中卫啊，完成了对西夏首府中兴府和灵州的合围。西夏集全国精兵于灵州共10万人啊，由名将呢这个威明令公率领与蒙古军呢决一死战。这一战是蒙古开国以来历次征战中少有的惨烈一战，面临亡国灭种之祸的党项人自知是走投无路，难得的爆发了一回。那一天呢，灵州城外的旷野之上，20余万人舍生忘死的厮杀。战斗在日出的时候呢开始，太阳还没落的时候就结束了。成吉思汗驻马高坡瞩目战场，一道道指令由亲卫们传达下去，他身边的人都相信，随着这些命令，这位人间的素了蝶，就是蒙古战神，会轻易的带来又一场胜利。灵州陷落，当地之所以还能有些许的活人，全靠成吉思汗的妃子耶随的一句话。成吉思汗许诺将西夏的土地赐给他，那这个耶随就问了，说大汗呢，你把人都杀光了，你是要赐给我一片荒地吗？成吉思汗的回答更经典，是没什么亲爱的，人太多就没了牧场了，你会没有羊肉吃。灵州隐落之后，成吉思汗的身体急剧的衰弱，他全身酸软，烦躁不安，又知盛夏来临，他决定远离战场，上六盘山避暑去。而另一边，战争的进度呢已经到了围困中兴府、灭亡西夏国都的地步。西夏已不足虑，成吉思汗在海拔2000多米、树木葱茏、空气清新的清洁世界里只关心着三件事。他关心哪三件事呢？这第一件事就是南宋这个国家是一定要征服的，这与征服欲望无关，而是必然的事实。他的疆域啊，已经达到了人类前所未见的庞大程度，从帝国中心骑马向四面八方前进，都要1年的时间才能到达边境。到此地步，吞并啊已经是趋势了，哪怕自我克制都没有办法收手了，更何况了灭南宋这件事还要克制吗？在此次灭亡西夏的战争刚开始，南宋宝庆3年公元1227年2月，另一支蒙古军队啊就进入四川境内了，克接州为西河，这个西为西河州啊，就是今天的甘肃西河，还有下文州啊，今天甘肃文县。
一路是势如破竹。南宋四川直指使郑损下令放弃关外五州，退守三关。蜀川防卫在于这个五州三关啊，五州呢在川外，分别是接城、新河、奉天水郡。三关呢是七方关、仙人关和午休关啊。三关是蜀之门户，五州呢是蜀之平凡。郑损未经接战轻易放弃，这让蒙古军队呢得到了长驱直入的机会。好在呢，五州易得，三关难破。蜀川的复杂形势啊，还有险峻的地貌啊，是蒙古军前所未遇的新战场，很多地方战马都没办法驰骋。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让蜀川呢暂时安全了。这一年是丁亥年，宋史当中啊称之叫丁亥之变。对于蒙古来说呢，这是一次可虚可实的试探。如果南宋很软，一触即溃的话，蒙古不介意啊就此攻克蜀川，控扼长江上游，随时呢东下扫平江南。那如果进展不顺利的话呢，也可以切断西夏在南方可能存在的退路，保证灭夏一役，斩草除根。这是蒙古关心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是金国。不管史书上怎么强调金宣宗弃中都保河南是多大的败笔，如何的该死，但至少给蒙古人设置了足够的障碍。以黄河为险，以潼关为宝，山河之固无以复加，蒙古人想强于这些天险不是不能，可是代价之大会让任何新兴的帝国都承受不起的。成吉思汗胸有成竹，只是时间未到，最高的军事机密只潜藏在他个人的心里，这才是最保密的，最有突发性的。这是他关心的第二件事。第三件事呢，就是他的儿子们。世界广大，民生众多，成吉思汗当年对后嗣们许过诺的，要尽量开拓巨大的领地分赐给他们。当时他觉得呀，这就解决了分家产这一老大难题。可是事情呢却出现了意外，准确的说呢就是朱赤。这是个倔强的儿子，他常年的受气，终于不辞而别，远走高飞，在天边一样遥远的钦察草原上打下了几乎不次于蒙古本部大小的领地。那么问题就出现了，蒙古帝国的共主会在哪儿产生呢？所以他把原花剌子模区域赐给了二儿子察合台，希望他能够抵挡住啊朱赤回归的路，把钦察草原的影响力呢永远的隔绝在阿姆河以北。同时呢，他又悄悄地对未来的蒙古大汗窝阔台最小的儿子拖雷说永远记住了，不可以让钦察草原的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合而为一，那样的话蒙古的和林将再也不是法号施令之地。做完了这些，成吉思汗仍然不放心，他要在健康还能允许他主导这个帝国的时候，把可能的隐患扼杀在摇篮里。他派人去找长子朱赤来见，朱赤呢再一次的拒绝了。成吉思汗的心啊转向了阴沉，他怀疑自己的担忧要成为现实了，这个不是他亲生的孩子终于还是有了异心了，不再以蒙古人自居了。那么成吉思汗心的话，他更想让朱赤走回正轨了。这样想的时候，成吉思汗的身体啊就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办法骑上战马了。他无可奈何地躺在毡帐当中，身下披着五层毛毯，仍然觉得像躺在大地上一样僵硬冰冷。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一个消息适时地传来，远在万里之外的钦察草原之上，他那身经百战而锋敌不伤正在壮年的长子突然死了。朱赤死了，他的死在历史上是个谜。有记载说在成吉思汗征召他的时候，他真的正在生病，并不是心生怨恨而抗命的。成吉思汗已经命察合台去拘捕他，大军正要成行的时候，他的死讯传来，这让成吉思汗的心灵大受打击。回望一生，他的这个儿子从来没有真正的快乐过。成吉思汗的病啊由此变得更重了。当然还有另一种说法，而成吉思汗的征召令到达钦察的时候呢，朱赤正在举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围猎。当夜色降临，篝火燃起时，所有人都到了金顶大帐，唯独宴会的主人缺席。人们
在一片长草当中呢，是发现了他。朱赤死了，他的腰骨折断，躺在草丛间，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凝望着黑色的天空。他死于暗杀，是谁的主意呢？谁能做到呢？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答案，可就是没有证据，更何况所有的蒙古人也拒绝那么想。朱赤死的时候啊，年仅40多岁。继承钦察草原汗位的是他的嫡次子博尔只金巴都。这个刚刚进入少年期的孩子，骑着他父亲的战马伫立在高坡之上，像他爷爷当年那样向蒙古将士们许诺，他将率领他们越过高山沼泽，越过一切阻碍，去征服怯懦的种族，直到瀚海的边缘。这个孩子说到做到了，他是所有蒙古黄金血统中长子的儿子，他的征战欲望会书写出举世浩大、空前辉煌的征服者史诗。成吉思汗知道了这些，心情激越而复杂，他祝福自己的这个孙子，并且派蒙古军中硕果仅存的老将索布台去钦察草原，帮助年幼的拔都站稳脚跟。成吉思汗到了最后的时刻了，真的走到了自己的终点。这一时刻陪着他的有心爱的妃子，有自己最疼爱的儿子托雷，他还等到了最想听到的战报，西夏最后一座城市都城中兴府终于撑不下去了，党项人像是被上天遗忘了一样，厄运接连而至，外面围着如狼似虎的蒙古军，城里居然发生了强烈的地震。地震过后，中兴府内瘟疫横行，人畜倒闭，成了一座巨大无比的病房，再也撑不下去了。夏末帝李宪主动请降，投降有一个附加条件，李宪请求蒙古给予一个月的宽限时间，如果同意，届时他将亲自去六盘山谒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冷笑，准降，但是投降之日即是西夏亡国灭种之时。他恨透了这个反复无常、无胆无勇、两面三刀的无赖种族，像牛皮糖一样斩不断扯不烂。他深信哪怕这时候吓破了党项人的胆，可是危机过后，这个种族仍旧会在背后搞小动作，他天性如此。成吉思汗死于当年的7月，蒙古军封锁消息密不发丧，直至党项人开城投降，蒙古军冲进城去，杀光了所有人，烧光了一切东西，把大地上的所有关于党项的一切印记都抹平了。立国190年，经历10位皇帝的西夏至此灭亡了。千年以后，能证明西夏曾经存在的证据只剩下了几座孤零零耸立于戈壁荒漠上的西夏皇陵。至此呢，蒙古军才为成吉思汗治丧，他的灵柩要千里迢迢运回蒙古故土，在他生前自己选定的地点进行下葬。那个地点是神秘的、神圣的、不能被外界知道的，却为了确保这一点，路上所遇到的所有生物全部杀掉。到了墓地，以整棵树挖空做棺材，外面以3道金箍扎紧，挖出巨大的深坑，挖出的土层严格区分，怎么挖出来的再怎么填进去。落葬之后，纵万马在上面奔腾踩踏，与周围浑然一体，留500名士兵守护一冬，到第二年春天青草长成时，这才算是离开。离开的时候要选一头母骆驼和他的幼崽，杀幼崽留母骆驼。一年之后，只见茫茫草原四野无涯，纵目所见毫无区别，而母骆驼呢，走到一处悲思长鸣，踟蹰不动，那里就是当初杀幼崽的地方，也就是成吉思汗的墓地。这个时候再把这母骆驼给杀掉。从此之后，再没有任何线索能找到那片墓地了，那里就是蒙古人所称的祈年谷。成吉思汗驾崩，世界暂时停摆了，这是一个铁律，每当蒙古铁骑从纵横大地四处肆虐，彻底失控的时候，只有一件事情能让他们立刻消停，时任蒙古大汗的逝去。这意味着巨大的权力出现了真空，所有人必须马上回家去投票去，政治无所不在啊，利益每多纷争，没有谁能置身度外的。
那么成吉思汗生前有过遗嘱，说这个蒙古大汗的继任者是他的第三子窝阔台。可是说到底，这是个无可奈何的打折决定。窝阔台本人是嫡系四子里能力最弱的那个，连脾气都温和的不像个蒙古的男人。至于说什么维其温和才能团结，那只是宣传口号。成吉思汗自己都不当一回事，他把汗位传给了三儿子，所有的精兵却都留给了四儿子拖雷。博尔至今，拖雷在蒙古享有盛誉，他被称为人侠，几乎啊是集蒙古男人的美德于一身。他强悍的百战百胜，动辄就屠城，他仁爱，为了父兄儿女可以做任何事情，他也公允。在他的统治范围内，没有谁敢仗势欺人。那么蒙古的这个汗位最终将落到谁的手里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各位，你想跟大禹交流吗？你想跟大禹辩论吗？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你想骂那孙子吗？来微信吧，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哎，就能实现了。记住啊，禹是宇宙的禹。